热。这是什么？九瓣灵芝。给我何用？等你以自己之力出谷，若是遇到需要保命之人，你便可一用。九瓣灵芝乃至阳之物，只要人有一口气在，便可起死回生。
是谁？是你救了我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话呀，你是哑巴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。对，是我救了你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。还有，我是谁，你根本不需要知道。原来一仙谷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。不对，为什么我没有死？我以后应该怎么办？只有断绝沉念，你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不会修炼你的气绝，一个连感情都没有的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已经死了，不要再来混淆我的思维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爹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！救救他，救救我爹！我说让你走开。
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用你管。你一次一次这样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不会懂的。我变成这样才是不孝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人往往总是这样，总觉得自己的痛苦是别人无法比拟的，感同身受从来都不存在。你放我下，我不用你管。吃吧。不，我既然把你救了，就不会看着你活生生的饿死。你能不能别管我？你以为死了事情就会圆满了吗？是的，我死了之后会有很多的人倾诉，我还不如从来都没有出生过。你这么做想过你家人的感受吗？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。我相信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你的家人都会原谅你的。如果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呢？那你就该回到他们身边，弥补你曾经犯下的过错。好了，你把东西吃了吧。三个月后自有分晓。Thank you.
也不知道二师兄跟素女师父怎么样了。他们要是知道我跳了崖，肯定会十分伤心的吧。唉，其实这个地方也不错，没有人烟，至少不会再杀人。Thank you.